你知道他吗？ 在中国，每24个人中就有一个他。他离家远行，只为青春不悔。累累伤痕，记录着他16年来保卫人民的初心。他曾于千里之外，用所有赤诚与勇气。 接同胞回家。86岁的他，坚信自己还能奉献更多。他相信，飞翔更需要一颗执着的心。他们在不同的岗位。 生活让我有更好的心理素质，处变不惊，他会也会无所畏惧。从军让我更有担当，他会时刻提醒我自己应该像一名战士一样的去奋斗，让我每次飞行中严谨细致地检查每一个细节，不把任何问题带上天。回归人民，回报人民。军队团结如一日，市场天下皆能敌，只要不变，就奋斗下去。尽管说我脱下了军装。 如果祖国需要我，我义无反顾，如有战，招必回。这就是共和国老兵，脱下军装，他们依然是最可爱的人。不要让英雄既流血又流泪，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。舞台虽不同，本色不同。